待得好好的<笑> 变白了吧，是不是？变白了，进去吧。这底下，哎，这底下还有一个，这底下。哦，哎呦，哇塞，这个大呀，细细的。哎呀，哎呦，这个小短腿大，大短腿真是，大短腿嘛，这里，火力不是很大，这个颜色还行。 白花花的大吸盘，哇塞，又是一个短腿，短腿有点多呀，啊，着急一下，春天到了，万物复苏，小章鱼们都出来了，你仔细看，这里是不是看不出来？你得离近的看才能看，四个眼就是好使啊，嗯。 哇塞，这个太惨了，鼓起来了，脑袋上生气了。哎呀，洗过手。你看那边，什么玩意？是不是前两天嫂子捡那个壳，全给冲走了？这是不是？是不是这里面捡的八爪鱼吗？哎，你看，嗯，有里边有。 哇天！但就把这个螺壳放这里，天天来捡八爪鱼去。哎，我稀拉挺紧，我手不好进去。哎，哎呀，哎呀，哎呀，扒的这个紧呀！啊，小八爪鱼。 哦，白了白了白了，要吞没我感觉。站起来了，撒。你进去。还有吗？咱就把这些壳都放在这里吧，放这等下次来估计还有。就那一个。是。嗯，行。嗯，放这里。就当是捕鱼器了，捕八爪鱼器。放这里。走。下次还是。 今天收获也不少啊，看一大桶，两个大龙虾。今天我们的视频到这里了，下期再见。